来，那接下去我们还有一个论坛时间呐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校长，目前是学习长校长，教授王台俊。文化有真深的这个认识哈，因为过去这里方以外对这个文化里的一个重视性哈，啊伊嘛足用心的哈，啊所以伫做这个保存这五计划中间，其实未做以前伊就试着咧找去访问大家意见哈，要安怎甲这个文化创作做好。啊今日即摆播这个问题是文化创新甲商业经济。啊，文化创新吼，其实，我看这是一个真大的议题啦吼。文化变啊创新吼，即马甲拄啊咧问讲台湾文化是啥物？啊，台湾文化都还唔知影，变安怎去讲这个文化创新吼？但是其实我一个基本的想法，文化创新其实就是咱生命源头的再现。生命源头的再现就是讲，咱来想快重新发现着咱家己的文化到底啥物件，然后你才有可能更加深入深化。啊，更加深入深化，用你若讲袂出来，咱用对比就好吼。日本的文化会比较较好，啊，当然有吼。啊，但日本的文化是对啦，日本的文化上古早为水草啊，草啊，遐过来了，爱转化做因家己，一个真好，一个文化，一个厉害。啊，这就是咱台湾人当去学习的吼，咱学好，咱学好就过来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是不是安尼吼？文化，我那个讲三件话。这个文化，像台湾一个文化创意产业，但是真侪人对这有意见吼。文化这个创意，这个创意产业其实基本上是1940年的时阵，伫这个法兰克福学院派，阿多诺甲这霍格海默伊就已经讲出来吼。伊遐个故事叫做文化工业，啊，文化工业上单数的，但是到尾到20世纪时，伊法国改当做多数吼 ，cultural industries。啊，伊用这个复数的心来讲，就是讲20世纪以后的文化是较多元。这个文化较多元呢，啊，唔是一个单一的形态，啊，唔是一个单一的形态。对照咱台湾来讲，台湾的文化其实嘛是单一元，是多元的啊。所以世界伊嘛在进步，到21世纪来，起码大家都跟跨界合作、异业合作，哦。所以所有的文化现在嘛是敢是单一的。啊，这就是台湾的上好的时代来源。咱有足济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基础的。那不管咱的文化是日本的影响，还是国民党即马伊讲的所谓的中华文化，也是较早的西班牙、荷兰吼，这种也是咱包括咱原住民客家，这种是咱大家做伙一个真重要的，一个文化的一个根本的遐。啊，但是吼，我的看法是文化创意。文化创意产业吼，是安尼啦吼。生活内底食衣住行娱乐，甲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个商品透过这个企业化的营销甲包装的这个手段，啊，用积极的这个经济活力的这个行为，这叫做文化创意产业三条。啊，作者做文化对这三条是有意见的吼，因为文化创意基本上是从个别文化的。习惯甲精神内涵，来升华做这个集体意识的这个表现。啊，这其实就是生活品味，啊，甲这个艺术精神的表达吼。我举例来讲吼，咱即摆在啉的这个矿泉水，啊，白醋88种，啊，有一种的包装特别好，但是包装的是一种文化，水的，互你啉的，迄其实迄是个商品啦，迄甲文化是较无关系。啊。类似这款的，我就讲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上简单的那个举例，就是讲迪士尼乐园大家知啦。迪士尼乐园不是干那，你去迄园区去耍啦。你若去迄个佛罗里达，还是讲其他的说，伊国边啊，佫有旅馆互你住，还佫有足济商品。海关的物件就是讲，你去遐买，啊，你去住伊个所在，啊，伊个所在其实有不同的特色、不同的主题。哦，伊甚至讲伫佛罗里达有个迄个意大利的一个海岛的所在。伊甲伊规盘，全部拢甲伊复制去个所在，互人遐住，敢若互你去个意大利做，意思是同款。啊，即款就是叫做文化创意产业，包括讲旅游区个商业产品，也是讲形象工厂，即种属于文化创意产业。
但是文化创意只是讲，譬如说节庆啦，哦，嘉年华、奥运的开幕式，哦，丰年祭，这其实跟文化较有关系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因为我是嘉庆请我来主持这個，啊，我就是邀请两位，我就是讲对台湾这个文化吼，尤其这文化创意产业有研究的吼，啊，有表达能力的，啊，佮有经验的吼，一个是余国华教授吼，啊，伊是我的，伊即马算是我的同事啦。啊，伊本身对这個文化创意这伊这研究足济，啊，伊嘛咧上这个课，是这方面的专家个教授。另外，这孙发祥老师吼，孙发祥老师，伊即马是国家基金会的总监，但是这个名大家拢知影吼，但是伊是陈清南教授伊个学生吼，啊嘛是伊真强个模样。啊，陈清南教授是推动咱台湾的这个社区营造，其实拢伊开始发展出来。咱个推动这個社区营造这个概念，是伊开始对文件文做付出是开始推上这块运动。所以伊滴个时阵就是做伊个模样，对伊个较去观察，对台湾社区经验啊，较起码去做这個国家公益基金会的总监。所以他伊这两个对这个文化创意。甲这三样，那我真深的认识吼，所以我今日请你来甲大家讲，我明天再过来讨论有关的这个议题，包括这個文化认同，还是讲文化论述，还是讲文化政策，那我们再来讲。好，谢谢。